朱毅是那非常早了，得有15年了吧，差不多9-9年，好早了，99年，很早了，很早了，因为我94年来北京，应该是我们属于很老的朋友了。2001年、02年我们就认识，20年了，我觉得，我一下就想起来，认识很多年了，应该是95、94、96，反正就那时候，他当时在做很多行为和装置，那个时候我就认识。是好像他挺儒雅的温和的一个人，然后比较内向，朴实真诚。那时候我们都住通县滨河校西，就感觉是一个行为的一个体系里面的一帮朋友在做着这方面事。那个时候我从重庆到北京，那个时候我们一起在芍药居的空间里面做的那个展览。朱宇，我因为这么好的哥们，我对他了解的，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还是很重的。当时认识他的时候，好像他还没有开始动手做当代艺术，我们一块儿掰扯掰扯艺术，争吵一下都挺过瘾的。对，我看的都是我看的都是这些东西，就是一个小坏蛋了。青少年他们很活跃。我觉得他身上还是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坚持。和他早期做的行为还是有一种内在的关联性，其实它是一种精神的一种消费，就是已经开始触及到那个对生命本体的那个思考，很极端的那种劲儿是没变的，他永远去是在追问他自己，他画画特纠结，漂浮在一个状态里面，就是他一种极致的精神，一路发展下来的这个脉络，他的作品你就看出来他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艺术家啊，往往这种艺术家的力量是蛮大的。朱玉这个画啊，每一个阶段我都专门去看过，就他这个画是由若干个阶段拼合起来。我比较欣赏他这个苦行僧的这种态度本身。作品挺狠的，比较猛，很猛，比较猛，不是一般的脑子，属于那种特奇怪的那种奇才。你可以不喜欢，甚至恨，但是他有权利做你恨的事情。现在他说我的早期的东西，你们直觉上都很反感，那么我现在换一种方法，我给你一个非常平和的和美的这样的看似美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有时候也在一起嘛，然后我也去过他在画的过程中的那个状态，我觉得他特别的和他以前做的还是很一致，就是特别特别极致的那种状态。这个展览做得蛮好的，就是脉络特别清晰，跟他最早的早期的行为啊，包括后来的绘画，然后一直现在变成了越来越抽象，越来越单纯的这样的一个作品。这十年我觉得他是一直用一种很内敛的很安静的工作方式在工作，他是延伸了他对生命死亡的一个概念，那么他找到了一个这样的媒介，然后呢他选到了一个就是我们吃的这个残根这一扎渣子，突然有几个碗是有个深度的空间，然后马上就过渡到一种随着时间的流逝，它又过渡到一种抽象化的语言。我就觉得他每走一步都是他对那个对思维的一个他自己思维的一个方式，非常理性。我单独看他画的那种困惑，今天就全都串起来了。就因为他的这个东西啊，串起来以后，这个前后的作品等于它互为佐证，就是你前面的作品证明了后边，后边作品证明了前面，就它这种感觉非常突出。